时醒来。我是金羽神鸟的后代，能与我的银枪过招是你的荣幸。Thank you.
上午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？是，不如来我的杂货铺逛逛吧，稀世珍宝应有尽有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杂货铺逛逛吧，稀世珍宝应有尽有，价格公道，同有客来访。哎呀，稀客稀客，哎，要喝点什么钢板？千百年过去，还是这么繁华。但是当年鲛人族群在月下吟唱的景象，再也见不到喽。我才刚起床没多久呢。纯净，如海天间第一粒沙粒化成的珍珠，不灭银狐肯定会喜欢你的。喏，给你，这是不灭银狐的枝丫，放在枕头底下，就不会做噩梦了。这一次，让我来守护这片海吧。他说自己的灵魂不完整，不会被银狐接纳。但我觉得，感觉上午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成的珍珠，你的灵魂非常纯净，如海天间第一粒沙粒化成的珍珠。我偶尔也会在洞窟迷路，那里的地形太复杂了，不过倒很适合捉迷藏。Thank you.
让我来守护这片海吧。父王每次攻打他国，我都会第一个请命出征，这是为数不多会得到他赞扬的时刻。午餐要吃饱。